大嘴鱼新坊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哲瀚，在电视剧《谁都渴望遇见你》中饰演张敏。《谁都渴望遇见你》是一个甜甜的、甜甜的偶像剧。我饰演的张敏是一个没人疼、没人爱、很悲催的富二代。不对，惨二代。如果你不看《谁都渴望遇见你》，那你的心情就不会得到治愈。虽然《谁都渴望遇见你》的剧名很长，但是剧情很棒。我觉得这个要看观众慢慢看吧，因为还有大概一半的剧情，大家可以细细的品尝。最大的相同点，可能那个同一时间是短头发吧，我和他那个时候都是短头发。不同点是什么？不同点，我有个很疼爱我的妈妈。喜欢安静一点的吧，温柔有耐心的。我觉得张敏应该吃的更多一点吧，龙飞叶还是感觉霸气一点，吃醋还好，占有欲还好吧，我比较喜欢自己寸头。演员这个职业身不由己，以前是，现在不是了。他们不太好。哪个部位最满意？鼻子吧。会干的第一件事情，对着镜子说一句话给自己听，看看声音有没有变成女生，变成什么样子。各种职业化类型的角色还挺多的，好的演员像老戏骨啊，都很想跟他们一起合作，跟他们一起学习。六分吧，喜欢自拍吗？不喜欢，应该等不到了吧。正常一般般吧。近期单曲循环的一首歌，近期哈哈哈没怎么听歌。很亲近的朋友吧，他们喊我什么时候比较开心，汉哥吧。安排有趣的评论，看这段时间忙不忙吧，如果不忙的话都会看一看的。不太好，不会影响拍戏，也不会影响唱歌，那就还都挺好的。会考虑吧，反正睡得挺多的。